去那个高度，然后再斜坡滑车下来，都很恐怖的。有点太高了，你怕高？哇！不要再乱动了，可以吗？哇，你们好快哦！哎，我追上你了。这个叫做胶囊列车。Yes, that's right。哎，这边还有点逆光哎，真的超好看。你在什么阿尔卑斯山里面滑雪 ？Oh my god！ 他很帅耶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我靠，你给朋友？你给朋友？不诺，你看他这利落的手势，阿妈居然有他，这个汤真是不得了。给这个，给这个。哇，这个很香哎。而且他直接用刀子炒哎。是吃生菜，然后再包芝麻叶。吃的很好喝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